就是林思小学校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还是有 demo day， 然后最后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入选的话，我们也会有奖金。那奖金是最近确定的事情，所以就是想要跟大家再重复的提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其实就是有三个一样在上面，不过有一个是哲伟，所以这就不算。然后有一个是那个TED 他们的Closed API 的专案，然后再来就是有就是Gathon 台湾的社群的朋友，他做了一个就是可以在 Gathon 上面使用的工具，就是所以目前有这三个提案。那我就是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其实你不一定要觉得就是这个要跟教育非常相关，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就是你只要就是可以开源，然后你想要来尝试做你的提案，然后最后当然很重要的是，就是你想要来拿奖金，都欢迎来提案。然后我们就是在信用在明年明年初的时候会举办一个 demo day， 然后就是我们在 demo day 的时候就是会邀请你就是上台。再跟更多人介绍你的提案，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这次的奖金就是140,000里面呢，其中有还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之前的就是有获得 GP 奖助金的前辈专案资料申请小帮手，就是他们这次就是也特别提供了资料开放行动奖金。那他们指定的内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有几个方向。如果大家针对这几个方向去来做提案的话，就是有机会可以被选入这一个特别奖。那主要都会是跟国内的政府资料申请有相关这样子。所以最后要讲的就是你的提案就是不一定要写很厉害的程式，或者是就是真的或不一定要就是做很多很厉害的事情。那其实就是现在开放资料还有很多事情，就是大家其实就是甚至刚刚，然后小秋要跟我讲完的，然后最后就是那个今天大聪结束，我们一样会有问卷，所以就是要请大家在走之前或者是在回家搭车的路上可以填一下问卷，然后我们有寄给大家了，但如果你不小心没有收到的话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在共笔的大聪共笔的第一页下面。这里有连结，然后今天想要请大家帮我们填一下问卷。好，就这样，我讲完了。然后今天就对，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这样，感谢大家今天。